What?要进转慢慢赶到下半部地图，有可能会想在下半搞事哦。看起来是选择往下半做吗？爽哦，这边要真的打到底吗？哦、打得有点凶啊 ！Breeze 血量，凭这个核心吗？这核心上面应该是有几个吧？哦，这波有可能会爆发会战哦。哇、哦，重击是哈娜中到了，家里又开了大招要进来保住空月，两边会战真的开启空月大招已经开掉了，进场线没大，一直就刚刷了一个大货去，两边的对决就谁胜谁负呢？上面看到 Uniboy 是被冰了起来，但他的血量还算足够 ，MAD 往前面来做输出，这边看到的是 Uniboy 收掉了对方的布拉姆 ，Kurama 直接倒下，前面的话 Bobo 必须要往上面踩 Bobo 球果离开。但龙的话其实还有一分钟，所以这个团战应该不太会影响到龙的东西，要直接进来抢。哦，空月过来，结果你会不会被制裁啊？小兵也在，交闪两个再跟闪，空月你这波有点太急咯，不是你这，好来了来了，处女过来，被动有套到，定住 Rock 的闪现交，哇再交一个大招过去，但是他被关注了，两个加里欧大绝来咯，哇 ，Uniboy 过来嘲讽到对方处女 ，Hana 现在血量偏低，他可以把 Uniboy 给冰起来，这边的话空月想要来做进场吗？哇、哦、往前打就，哇就他反而是有点危险了、啊，耗了一半的血量。瑞瑟魔力见底了，瑞瑟闪现被逼出来，会不会死啊？剩一滴而已，死掉了，被空月收下人头。空月太大的一个，就跟胜负有关的一个影响。嗯，但我觉得这边你就加速了另外四个人，就应该说这样子，这是四一分推。对，那你的那个重要是你四个人的点，我要你跟对方拉扯。小兵大招，哇哟，治愈。刘拉慢慢的赶过来，侧边的话 ，JT 的人也到，但预设已经被吃掉。空月拿到了 buff， 他们会想开战吗？撞不需要开了，往前面。Uniboy 的嘲讽已经用掉了，反正他呢开完之后有点危险了，叫个闪现往上面逃，但看起来要被黏住哦。我没有，后来是有个成功的拉扯，躲掉了对方的一个追击，但下半部的 Koala 看有没有这么幸运了，直接重盾 ，Uniboy 往前面火线腰带一波的消耗 ，Koala 血量现在非常低，闪现直接交掉，上半部的红区是 poke 了一下，传火到小 B， 上塔果然是推掉了，约克推的。已经刷一个大招，哎，没有通道，哎 ，Koala 这里要开始做开战喽 ，K 现在有点危险啊，开了一个惊人，这军员大招看来是没有丢的太好，这边 Uniboy 看来是不太足够的，还要再拖一点时间。哦，这里 Breeze 有点危险啊，过墙，上半部的话要抓空月，空月左边躲掉，但 Hana 的大招是有命中的，这个大招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，这边的话塔下的 Poke 还是 MAD 这里占优，可以看到微风其实刚，哎，这是。哦，应该没有，应该偷来的吧？对对对，偷来加减补个血的，补血用的。蓝方的小兵已经要涌进来喽，接下来直接来推二塔。本来想会不会有一个四一的情况，但看来是没有，直接五个人就抱在一起要来打会战了。主要是 MAD 没有给你这个四一的机会，你可以看到他刚刚其实是两边的上路都在下半部的这条线 Q 去骚扰。你来抓我、啊，来抓我、啊，抓到会战开起来，我们就是会赢啊！波波往前面打了几下，侧边 Uniboy 嘲讽到了对方布朗姆，垮了，现在有点危险，开了一个大招，但血量很低。雄鹰终于举起来之后有活下来，反而是陆先这波的伤害好高啊！往前面要把对方给收掉，这边靠近爪大招开起来，要保一下自己的小命。后来来放下一个 TP 在这里 ，TP 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拯救世界的 Rock？ 血量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，前面的话击飞了菲欧拉，被菲欧拉交个闪现往后面拉掉 ，K 的话含了近爪。对，下一场这一场不一定，这场一折。对，哦来喽，这里会战爆发，一折就刷一个大招，花了太低的血量了，开了个惊人，竟然结束了要死了，被 Breeze 收掉。Harry 是不用过去帮吃的，因为有近爪在。有近爪。对，近爪跟 Rock 两个人就给吃八龙了。波波刷一个大招，哎，我还以为要被偷走了，差点。哦，这里是一大队人的集结，已经推掉了下路二塔，开始来推这边的高地兵营塔。现在要扛这个伊泽瑞尔的 poke 伤害哦，其实不是这么好受。双炮车伤害太高了，塔直接掉。Red 在侧边找机会，但 Koala 又是半残了。
哦，这是回风交闪，要收拾在左边的话，看到菲欧拉已经倒在了镜爪的手里。这里 Bobo 想要来做会战的碰撞，结果想飞走，剩一滴血，成功拉掉了，没有问题。这样还飞得走，蛮厉害的，我以为他要死了。结果看到这里会战要爆发了，在主堡前面哦，因为一大堆小兵进来了，而且看到约瑞克也是已经叫出他老婆，推对方的门牙塔，小兵想要有点低啊，小兵想要他一滴剩一点点，他看看自己往上面拉，还没有死掉。这约瑞克的这个禁锢的效果，这个围墙的效果也是有做一些不错的控场呢。这场比赛看来是要结束了，左边的话 Uniboy 死去，但右边的话已经死了三个人。现在 Bobo 最后面是 Zibo， 哇，没有换掉人，但死去。后面的话，陆先的进场有抓 EZ， 但他自己也被坦克几个填死，主堡已经陷落。我们恭喜。MAD 对上 JT 的这一场 BO3 成功的拿下2-1的胜利，带走了这次的 BO3 积分了。我觉得他们在最后的那个团战碰撞里面，没有人扛得住一者的 poke。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的时候 Koala 已经扛到整个人快死了，一者闪现上去想要把他收掉，最后应该是没有成功。但是后面的一个单打里面的话，其实本身菲欧拉就不是一个真的团战碰撞很强的，他刚在右半边的话直接被金爪拉达给收掉。那变成说你后面的一个团战，其实在那个珠宝塔下的时候，我刚看到最后应该是 Uniboy 一个朝三个之后配合 Rock 的那个禁锢，应该不是禁锢啊，就是一个区域的控制，把人关在里面都直接收掉了。那后面追听人只能出来试试，就是拼拼看，但也没有拼成，就游戏直接结束。那这一场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在上半部这里，其实 Fail 他并没有拿到，应该说他有发育到，可是他并没有分推到。那主要的点是在于Hello， 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召唤师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赛后访问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乐。那站在我身边的是 MAD 的空月，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MAD 的打野选手空月。没想到又访你了吧？又刚好是你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今天就是会访你是有特殊原因的啦。那我们先来小聊一下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空月是有近视的，对不对？现在稍微有，就是。我会看不到小地图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这样子不会造成说就是你打比赛的时候会有影响吗？近距离还好，远距离比较重要，只是我怕戴眼镜，眼睛大家都已经本来就看不到我眼睛了。哦，你怕就是又遮住。我怕要再挤一点。哦，好，那你就是如果不影响你的比赛情况下的话，对对对，不影响就还行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马上进入正题。那其实刚刚我们在第一场赛后访问的时候有问 Alex 说，就是他觉得这一版的 9.4 版本的雷克萨如何，那他自己本身是觉得还好，但是你第一场就选择了雷克萨，然后也玩得非常的好，你自己觉得呢？因为现在雷克萨就是你要选的话，你前中期的压力要给的很足，对，因为他后期就是基本上就是废角，就是没有什么用，所以你前中期要玩得够好，就要地图压力要给到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你可能是就是前中期比较可以发挥的打野选手，所以你还是选择了他。对对，就是看选什么阵容，然后我们队都会去配合我。了解，所以那今天假如李星跟雷克萨同时 open 的状态，你会先选哪一支？我李星高一点啦，可是我的队友好像不太喜欢李星，不太好赢。李星选下去，你可能又跟着一起下去了吗？我们可能又要再一场，我们可能又要打满。了解，好，那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第一局15分钟的时候，你的雷克萨是越塔闪翻雷兹，并且你用你的大绝躲过了嘉文的 EQ， 然后你那一波操作非常好，可以跟我们聊聊为什么那一波要那样子，就是判断。因为那一波他们坦克级露头，然后我们上路也是可以靠的状态，然后雷兹没闪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闪翻他，然后打他一套。可是那边3-3就是稳赢的局。了解，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也是觉得就是应该是必胜了，所以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决策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也是来聊一下，其实第二场你们是选择了欧拉夫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欧拉夫是康特蜘蛛的，那一场其实没有发挥得到这么理想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场我们欧拉夫跟冰女应该是6-7开始会很强，可是我们在前面就没有沟通好，上路会被一直带服。然后被带服几波之后，欧拉夫打蜘蛛的优势就比较少。但是你在看到对方是选择蜘蛛这一只角色的时候，就应该会知道说蜘蛛它是要这个塔杀的，
然后为什么会那一波就是可能整个没有把游戏带动好呢？因为跟上路的沟通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兵线，然后就进了，可是没有跟我讲。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蜘蛛会三番两次要去塔杀他啦。好啊，那也再次感谢空月，然后呢，也恭喜 MAD 获得一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战绩表，第一名目前是 MAD 是8胜1败，第二名则是闪电狼是5胜2败，第三名是中信 J Team 是5胜4败，第四名则是由 AHQ 以及 HKA 并列是4胜4败，第六名则是 G-Rex 2胜5败，第七名则是由 Alpha Esports 以及 DG 同时并列是2胜6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赛程，第一场是由 Dragon Gate 对上闪电狼，第二场则是由 G-Rex 对上 AHQ。那比赛非常的好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电竞馆看比赛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乐，我是空月。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